听说你离开的梦醒后的你后悔吗？我曾经也笑过你的傻，爱情至今我仍不相信他。听说你离开他，剩下一个人怕不怕？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，爱情对我来说还是神话。我知道应该努力遗忘他，但是偶尔也会有牵挂。是否能在伤痛中长大，就让时间来回答。听说你离开他，你仍然无法原谅吧？而一颗心还是放不下，爱情已经成为一种惩罚。听说你离开他，想不想找人说说话？我期盼你好好面对他，爱情我也曾经付出代价。我知道应该努力遗忘他，但是偶尔也会有牵挂。是否能在伤痛中长大，就让时间来回答。听说你离开他，我感觉有一点惊讶。当初你全心地爱着他，爱情是手中握不住的沙。希望你能够努力遗忘他，虽然偶尔也会有牵挂。我们常在伤痛中长大，在爱情中寻找解答。虽然我离开他，却依然找不到方法。我的心其实不曾怪过他，我想我不会忘记他。周豪，那是中豪的虚窍。你释放中豪的虚窍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暂时让他休息一下，因为我另外又找到其他可供利用的虚窍。暴龙七，你怎么也会跑来了呢？快，天魔释放你的躯壳，正放置在一个地牢里面，你赶紧设法逃出，再复回你形体里面。太好了，那太好了。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逃出去呢？我要怎么样才能逃出去呢？八龙星，八龙星，城主，对不起，我想我是情不自禁。快带我离开这儿吧。你能丢下钟豪离开这里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救他。你一定知道，钟豪犯了人鸟禁忌，才遭到如此劫难。要救他唯一的方法只有你和另外一个凡间男人结合。布老翁也这么说过。所以只要你愿意委身另一个凡人男子，你就可以解钟豪身上的魔咒。不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害另外一个男人。你不用害怕，也不用担心，另一个男人心甘情愿，另一个男人不会怪你的。可是因为另一个男人就是我。不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不能害你，我真的不能害你。这样，我欠你的几辈子也还不完了。有一个方法，你可以还给我。
什么？是什么？在下一次魔界入口打开的时候，你帮助我进去。啊！我们两个一起进入魔界，练就盖世武功绝学。再大的危难，我都不怕了。蛇蝎大法果然厉害，只不过蛇蝎若是自相残杀，必会两败俱伤。蛇魔女，你爱说笑，你我二人一向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怎么会自相残杀，两败俱伤呢？果然是这个样子吗？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硬闯大魔域，而另外一个人完全不知情的话，这不就捉不成一双了吗？真是的，我正好得到大魔域入口的消息，想来告诉你的，不料被天魔抢先了一步。所幸我们用蛇蝎大法挽回了颓势，虽然我们两个没有得到万世魔功的秘籍，但是天魔也被我们关在门外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，是吗？你不是早就知道大魔域入口的事吗？怎么会呢？你我蛇蝎二人一向形影不离，同甘共苦，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不告诉你呢？啊，那就是你哥哥八龙星他在对我装蒜了。我哥哥？是啊，他还口口声声地求我不要带你硬闯大魔域呢。可恶，他居然为了博得你的欢心，随随便便就诬赖在我身上。博得我的欢心？哼，不会吧，你哥哥八龙星虽然是咱们过气的城主，但是他还是挺有骨气的呢。蛇魔女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哥哥其实是很想回到你的身边，只是碍于颜面说不出口罢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帮你去劝他向你赔罪，你就饶了他，再爱他一次吧。当一个人握有权势之后，爱情只不过是个垂手可得的装饰品。你哥哥现在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伴，我根本不在乎他。我来找你并不是让你去找八龙星，我是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你我联手打破大魔域的入口。打破大魔域的入口？没错，蛇蝎大法中的九阴玄风阵有穿墙破壁的魔力，大魔域的入口已经关上了，我不想再耗上一个甲子的时间去等它开门，所以我要你跟我合练九阴玄风阵，硬闯大魔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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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没错，果然是九阴玄风阵。九阴玄风阵，九阴玄风阵是蛇蝎大法中最可怕的法术。蛇魔女她一定是要打破大魔域的入口，强行闯入。他们闯得进去吗？很有可能，而且以这种邪术闯进大魔域的结果，不但会给他们带来走火入魔的危险，就连天下苍生也会遭到不可预料的灾难。什么样的灾难呢？饥荒、瘟疫都可能发生。那我们赶快想办法阻止他们呢。对啊，莫急莫慌莫害怕。八公子，钟豪的躯壳已被天魔弃置在天魔城的地牢之中，请不老翁前辈即刻前往营救。葡萄呀，嘟嘟，请你保护不老翁前辈前往天魔城。比吧。蛇魔女和毒蝎子两人已经练就九阴旋风阵，随时会前往凤凰神殿废墟，冲破大魔域的入口。阿红，你率领其他的人前往神殿阻拦蛇蝎两人。不老翁前辈可趁机救出钟豪，使之神形合一。事不宜迟，尽速分头行事。等一等，神魔女，就凭你们这几个喽啰小卒就想挡得住我们？快让开，不要破坏了我们的大事。蛇魔女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否则你要是进了大魔域，万一走火入魔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一派胡言，就凭你们这几个鼠辈，不必等我从魔域转生就可以收拾你们。哎，你这个妖女，你长那么丑了，不会学着善良一点啊？哎，小琳娜，这句话不是用来形容我的吗？哎呀，你们两个都适用了。大胆，竟敢侮辱我！我看大胆人是你。哎，因为你给八郎星吃的那颗胆不小哦。不必跟他啰嗦，杀了他！来呀，谁怕谁？哼，乾坤正气贯日月，一波云天，天地光辉照古今，忍者无敌。斩妖除魔，舍己为人。阿红大侠，你上。百阴之气，万古之毒，蛇蝎大法。你怎么了，城主？钟大侠，他危险了。钟豪，钟豪怎么了？天魔要用化魂毒水化除他的元神。那我们该怎么才能救他呢？事到如今也没别的法子了。你是说事态紧迫，为了救钟豪，只有一不老翁之言，委身于我吧。我知道你不爱我，这样对你来说是太委屈了。不，不。但是为了救钟豪，为了爱钟豪，我们只有这么做了。可是灾难会转到你身上的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Thank you.
神魔女，毒蝎子，这大魔域就算有无穷的法术，也永远满足不了你们两人的野心。快快回头是岸吧！等我修得万世魔功，再好好的治你的罪。可恶！九阴出掌，嘿，哈，穿墙破壁。鬼遁形！哇！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雪凤凰！雪凤凰！雪凤凰！快利用这个机会逃出去，去找你的蛐蛐。娘，我逃不出去，我出不去。周大侠，别怕。不龙，这两个网子上有真元磁力，尤婆，你要用力撞击周大侠的元神，这样周大侠才可以脱离困境。那娘，那我帮你撞出去。那怎么行呢？还是要先救你出去。快点打起精神来，那你要冲了。不，不行啊。周大侠，事不宜迟，等蛇魔女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。八龙星城主的元神也等着我们带回去呢。尤婆，我用灵力护住钟豪的躯壳，引导钟大侠的元神归位。你用力的撞，切记要一气呵成，否则就会前功尽弃了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布老翁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那娘，不要！别怕！小心撞到鬼啊！停！停！你休想在这个时候作怪。城主，你我都属于无主游魂，要是多一个元神，不是多个伴儿吗？如果让这个强盗头子形神合一的话，他和血凤凰不就可以配成鸳鸯了吗？哼，没想到你的元神还是这么坏。哼，我是表里如一啊。我用灵力帮助钟大侠。龙翁，快撞吧，快撞吧！奶娘，不要，不要！奶娘，别怕，形神合一，成了，成了！老前辈，快去救我奶娘啊！别怕！糟了，一定是神木女他们回来了，我们快离开这里啊！不行啊！我奶娘还在里面呢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回去再从长计议吧，快，迟了就走不了了。快呀，快走啊，钟大侠！奶娘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别让你奶娘白忙一场啊！快走啊，快！奶娘，奶娘，快走，儿子。哼，钟豪的元神为什么被人救走？那只小怪物嘟嘟。过关斩将，把天魔的侍卫打得落花流水，钟豪的元神才会被那个不老翁给救走了。哼，救魂可不比救人呢，不老翁哪来这么大的本领？是尤婆的元神用他的真元磁力撞开了钟豪的元神，属下的真元也曾经极力阻挡，但是寡不敌众，现在也被困在地窟之中。饭桶，
福爷，你呢？你为什么要带呼职守？我。福爷的元神是向着他们的。哼！启禀主人，游婆的元神还在地呼之中。蠢材，要那个老太婆的元神何用？不，留着自然有用。哼！不老翁，你不是口口声声强调人性的光辉吗？哼，我就让你瞧一瞧人性的光辉有多么的愚蠢。解放火，太好了，都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，多谢老前辈相救。哎，淘淘，天魔这一次闯进大魔域必会修得万世的魔功，等他从大魔域转生，我们都别想活命。那个鸟人阿红曾说，在大魔域练功会走火入魔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魔域的入口如果不是在天蝎星归位的时候开启，在里面修炼魔功的人很可能会走火入魔。那好，我们有机会消灭天魔了，干脆我们把大魔域的入口堵起来，让天魔在里面走火入魔而死。不，天魔不会这么容易就死的。我们一定要找到可以抵挡魔功的威力，否则我们随时都会有危险。到哪里找这种功夫呢？万世魔功可不是普通的功夫啊。那个不老翁鬼主意特别多，他一定有办法。哼，我就不相信天魔进了大魔域他们还能够高枕无忧。来来来，这个好吃啊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大家吃点猪脚面线啊，去去煤气啊。哎呦，小铃铛，干嘛？你干嘛把人家的猪脚面全都端出来了嘛？这个猪脚面线啊，大家都能吃，就是你不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跟你这么贪吃的人在一起，我们大家都倒霉，所以啊，要吃猪脚面线去去煤气。为什么？土豆啊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动物很爱问为什么？什么动物啊？猪。啊，猪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嘛？好了，吃了，吃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大家吃啊。老前辈，我敬你一杯，谢谢你 boss 相救。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我敬你。城主，谢谢你深入地窟救我一命，众豪没齿难忘。尊大侠，你太客气了，我这条命也是你们捡回来的。只可惜奶娘不能跟我们一起吃饭。哎，还有我妹妹，也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。城主，哦，钟大侠，我正在想，原本以为在乱石山顶和天魔一战就可以结束这场浩劫，没想到居然会演变出这么多事来。更可恶的就是天魔附身到我身上来。邪凤凰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就连我也躲不过天魔的利用。还好
总算大家都平安脱离魔掌，不然我真的要遗憾终身了。你们俩还没睡啊？啊，我们在聊天。看你们俩这样子，真像两兄弟。谢凤凰，我们两个被天魔利用，这些日子可害你吃了不少苦啊。事情都过去了，还提他干什么呢？我倒是担心你们两个身体好了没有。别怕别怕，老前辈。雪凤凰，刚刚我在房中睡不着，小老儿担心天魔随时都可能会从大魔域转生，如此一来天下苍生就要活在万劫不复的魔掌之中了。前辈是否有什么阴影之道呢？魔界转生力大无穷，只有天地之气可以克服得了他。那个幻波公子不是有什么正义之气吗？正义之气乃是应天人之道，如今人欲横流，正义之气也随之不彰，要对付天魔恐怕没那么容易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小老儿有一个方法，不妨一试。嗯啊，什么方法？什么方法？结合人神魔之力。嗯，钟大侠具有凡人武功，血凤凰为神族之后，八龙星城主则为魔族后裔。如果能结合你们三个人的独门绝学的话，或许可以发挥强大的力量，战胜天魔。哎，那好啊，我们可以马上试试看呢。这就是天地运行的万年之力，阴阳殿吗？前辈，什么叫阴阳殿？日分昼夜，人分男女，殿分阴阳，这就是万年生息不变的道理。都督能在你们练功的时候，借由男女合掌，引来天地之气，产生威力无穷的阴阳殿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股力量来打败天魔了。好。阴阳殿，既然都督这只小怪物有这么大的本领，我们就去把它抓来。你们下去吧。神魔女，只有利用都督，我担心没有办法引来阴阳殿，所以我要把钟豪跟八龙星也抓过来。抓我哥哥？怎么，难道你还难忘兄妹之情？哼，怎么会呢，我还担心你会对我那个无情的哥哥念念不忘，到时候吃亏的可是你自己哦。我都不担心你跟血凤凰争风吃醋抢夺那个强盗头子，你倒反而担心起我来了。哼，几次出手连连失利，我担心天魔会在大魔域魔界转生，到时候恐怕会束手无策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天魔要练成盖世武功还需要好些功夫呢。至于那些强盗，我也有办法叫他们束手无策。
老前辈，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小老儿担心，天魔随时要魔界转生了。他会从哪里来呢？他一定会率着众鬼，由鬼门出来。啊？我们打不过他吗？希望天魔对血凤凰还是旧情难忘，血凤凰就可以利用他赋予天魔身上的人性，来削弱他的武功。七月鬼门开，凤凰神殿魔域入口将成鬼门关。蛇魔女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晚上异象迭生，该不是天魔要回来了吧？鬼门被堵住了，不知被谁堵住了。堵住了？那好啊，那天魔就回不来了。不，天魔从魔域转世之后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挡得住他。那我们就依照计划行事，抓来钟豪、我哥哥，还有那个小怪物。我是没有办法进入强盗窝，你可以假借探望你哥哥巴龙星的名义前进强盗窝。但是蛇蝎大法没有你不行啊。我会暗暗跟着你，随时跟你配合。就在今晚子时。嗯，就在今晚子时。血凤凰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你今天一天都是怪怪的。血凤凰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血凤凰，前辈，钟大侠，让我去跟他谈谈。血凤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前辈，我正想去找你。我直说，不碍事。我被天魔给骗了。什么？八龙星的元神被拘的时候，天魔盗用了他的形体。那天魔说，只有跟他结合，才能解救钟豪的劫难。我为了救钟豪，误信了他的话，就你跟双头天魔的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前辈，我好害怕。天魔为何要做这种事？莫非他已经对血凤凰动了真情，处心积虑想要得到你？他说要和我闯入魔域，练就盖世武功。这就对了，双头天魔他已经犯了魔道中人的一大禁忌了。什么？魔道中人最忌感情。如今天魔已经对血凤凰动了真情，就算他在魔域之中练得了盖世武功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可乘之机。塞翁失马，
焉知非福。这也许是命中注定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借此打败天魔。毒蝎子，蛇蝎大法，哥，毒蝎子，你犯了魔道大忌。声音啊，快快快快去帮忙追，快去帮忙追呀、啊、帮谁追谁呀、啊、快去帮雪凤凰追你们头头。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叫我帮雪凤凰去追我们头头，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啊，死老头？不是不是啊。哎，你明明知道小铃铛的暗恋我们头头，哎，雪凤凰是他的情敌呀、啊、你还叫小铃铛帮他去追他的情人呢、啊嗯、啊，你太抬举他了吧。哎，你以为她是那种渴望爱情牺牲、具有伟大情操的女性吗？土豆，别吵了。如果她是那种女性的话，她就不叫小铃铛，她就叫大榔头。什么事啊？土豆，我是李经理，我在向你磕头。哼！啊！你们不要再闹了，你们头头出事了。啊！我警告你啊，死老头。你不要每天念咒念得太高兴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咒我们头头，没事啊，也会被你念出事情来的。对啊对啊，我们头头刚吃过猪脚面线、嗯、怎么可能又发生事情呢？那那么倒霉的。哼，雪凤凰，哎，嘟嘟跟龙心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哎，钟大侠呢？哎，你说你又把我们头头拐到哪里去了吗？前辈，我追到半路，跟嘟嘟、龙心他们失散了，钟好一定被抓到天魔堡去了。啊，什么？糟了，蛇魔女和八红鹰要抓走钟大侠，还有嘟嘟，还有八龙星，是要合成阴阳电极。我一定要追到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哎呦，头头好像真的出事了耶。哎呀，什么跟什么嘛。雪凤凰，我跟嘟嘟找过了，还是没有找到。头头又被神魔女抓走了。怎么会呢？他不是吃了猪脚面线了吗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磨难来折磨我们呢？别难过了，我们快想法子。幸好他们先抓走了钟大侠，头头好不容易的安全回来，现在又被抓走了了。我一定要救他，我一定要救他。打不过他们的了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们都不用去，我去就好了。哎，头头是你一个人的，这就你一个人去救他呀。你不知道钟好说过要死也要跟我死在一起。好可怜哦。他真的是这样说的吗？他真的是这样说的吗？我们虽然没有拜过堂，但是我们有夫妻之情，我们有夫妻之实。就算我一个人救不了他，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。住口！你明明是嫁给了天
住口！你才住口！好，你再说，我对你不客气。走，让我走。哎，邪道之事，以利欲而结合；正道之事，以利欲而分散。哎。我一定要去救钟浩。不，我去。毕竟，抓走钟浩的，一个是我妹妹，一个是……而且天魔冒充我，带你闯天魔城之前，我担心他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，那我真的是无颜见你。是不是天魔对你做了什么？是不是？他，我真的以为他是你。他骗我说，只有我委身于他，才能解钟浩的劫难。什么？我上了他的当了，所以。你委身于他了。你们两个臭女人，嫁不到男人是不是？净找我麻烦。说得好，继续再说呀。嗯，哼，人长得那么丑了，还不学得善良一点，难怪没有男人敢要你们。你讲话好毒啊，简直比我们还毒啊。嘿嘿嘿，你夸奖我了。我哪比得上你们毒啊？哼，讲得好，我爱听，你就继续讲吧，让咱们以毒攻毒。笑得好，我爱听，继续笑嘛啊！长了满脸的鱼尾纹，难怪没有男人敢要你们。我真可怜你们呐，越是得不到爱。就越充满了仇恨跟报复，越充满了仇恨跟报复，就是越得不到爱。哼，我看呢，你们两个比蛇蝎还毒的女人呢，最后的下场一定是孤独、空虚、凄凉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骂呀，再骂呀，继续再骂呀，怎么不骂了呢？嗯。骂呀！你们两个臭女人，啊！你们比天魔还毒啊！天魔只会用死亡来威胁我，没有像你们用这卑鄙无耻的方法来侮辱我。啊！住口！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那就杀了我吧！我堂堂男子汉，才不受你们两个女人这种侮辱！我宁可让你们一掌毙了我！我堂堂男子汉，才不受你们两个臭女人的侮辱！我宁愿让你们一掌毙了我。哼，这一点，我是向天魔学的。在杀一个人之前，先像猫捉老鼠般玩他一阵子，再嘶的一口把他给吞了。好，你们玩够了没有？我不是八龙星的。你们没有资格把我玩那么久啊！大胆！
小母女，毒蝎子，你干嘛？难道还无法忘情？蛇魔女，要以大局为重。我是无法忘情阴阳殿。真正把美丽披在身上。